你从极寒中复苏，希望与这世界相处愉快。然而当你睁眼，却见到妹妹正被锁链刺穿。陌生的神灵自天而降，带走了你唯一的血亲，而你的复苏却被神阻止，陷入充满噩梦的沉眠。再度醒来，天地间风景已变，自己究竟又沉睡了多少年，这也无从知晓。于是你孤身一人踏上旅途，去寻找曾经目睹的神灵。世界崩坏之后，两颗陨星落在世界中央，降临大地的双子正有一人将要醒来。